母后，您怎么来了？哀家今日来，是来接产儿的。是。彩玲，将太子的衣物收拾一下，一会儿一起送到洪圣宫。是。产儿，一会儿同太后回去，过几日母后便接你回来。你要听话，别惹太后生气啊。你无需再去接产儿了。 母后，这是何意？何意？你听清楚了，产儿不再有你恩养，从今日起，你与他再无任何关系。母后，儿臣自问对产儿照顾有加，尽心尽力，从你自然要对他照顾有加，因为他是你的护身符。产儿继位，是你母凭子贵的唯一凭借。现如今，皇帝已决定禅位于产儿。 你与产儿不必再有任何瓜葛。母后，儿臣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。朱后是怎么死的，你心里不清楚吗？你不必再与哀家辩白。你离宫即可。母后，我不能出宫，我不能没有产儿。这事可由不得你。千雪，将产儿带回洪圣宫。是。母后。 我苦心经营多年，不能就这么被赶出宫去。我要留在宫里，我要夺回产儿。彩玲，皇后，你在做什么？奴婢在收拾明日出宫的物件。谁说我们要出宫了？可太后有令，这后宫中一言九鼎之人并非太后，而是皇帝。你去拿一些珠宝。 交与皇帝身边的宝贵，让他务必将皇上请到正阳宫。是。我杨丽华的命运，只有自己能主宰。为此，我还有什么不能做？ 这儿空无一人，他就这么迎接朕呢？若不是你这个老奴才，朕才不会来这正阳宫呢。陛下，您都到这儿了，便进去小坐一会儿也耽误不了什么。哼，陛下，奴才就在外面候着。 丽华，朕真没想到是你啊！陛下喜欢吗？喜欢，喜欢，朕从未见过你如此打扮，丽华。
陛下，过来呀。陛下，等朕片刻。陛下，丽华，朕来了。也不会一直冷落你，你放心，丽华，朕日后常来此处看你。陛下，臣妾恐怕以后无福再伺候您了。这是为何？母后听信谣言，非但不准臣妾恩养产儿，还要将臣妾赶出宫去。臣妾已经收拾妥当，明日一早便出宫，免得惹母后不快。丽华，你是朕的女人，谁也不能赶你走。你放心，明早朕便去找母后，让她收回成命，你就放心的在宫里待着吧。那产儿之事呢？丽华，春宵一刻，我们……陛下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丽华，我们。陛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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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后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皇帝。有话好好说。皇帝怎么了？皇帝驾崩了。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太医，皇帝究竟因何而亡？皇帝是因为一时激动过度，血脉逆行，导致暴毙。怎会血脉逆行？这……是不是你做的，杨丽花？你到底对婴儿做了什么？母后，我启禀太后，皇帝乃是服用催情药物过量而亡，因此面呈灰色，微臣所言千真万确，请太后明鉴。你们都给哀家听好了，皇帝自登基以来，龙体一直欠安，却整日忧心国事，最终因体力不支而暴毙身亡。今日之事，若你们胆敢传出去一个字，休怪哀家心狠手辣。是。
二弟，出事了！出了何事？皇帝驾崩了。此事可与你有关？当然无关了。难道你以为我会瞒着你们擅自行动啊？听宫中的人说，皇帝是服用了过量的催情药而死。这是自作自受啊！哼，没想到他居然这样死了。